私闯本王寝宫，却还敢如此无礼？本王，难道你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奎木狼？我就是奎木狼。你要如何？怪不得化兽族大王从来不在众人面前以真面目示人，怪不得要抢亲。 肯定是怕见了真容没有姑娘愿意嫁，所以把我掳来。三更半夜不在自己的寝宫待着，反倒跑到本王的寝宫来，恐怕这有点不太合规矩吧。那么，敢问大王，你是看上我哪一点？我看上你。 不可对奇葩之言领主指使，他此刻对我如此抗拒，如果再认定这是一桩交易，恐怕更加难以与我真心相爱。我改还不行吗？那本王就告诉你，那天本王出门想看看景色，看到你在驯服猎马，十分果敢。 一见倾心，我就不信我驯服不了你，便想娶你为王妃。我从未见过你这么横之人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你现在已经在化兽了。大王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 其实你知道怎么回答下，要不然你就告诉我就好了，我自己回去。本王可以告诉你，来了化兽就没有出去的方法。我不信。不信，没关系啊，时间久了，你自然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